还叫回来，想要放短球就没过网，飞球剪掉。节目上，江宏杰贴心护妻，闪瞎观众，和老婆福原爱难得合体 PK 桌球，恩爱出了名的夫妻档，没想到近日却传出婚姻疑似出现危机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原爱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。福原爱的近照好几张都被网友发现，手上的婚戒消失，对比以往婚戒不离手，反差很大。还有之前时不时作为互相在脸书标注对方，但2021年开始几乎都没看到，被网友猜测两人是不是离婚。福原爱在农历过年前受邀替东京奥运担任球评，返回日本工作，和江宏杰分隔两地。另外，他还在日本成立自己的公司，要研发专利的桌球台。22号，江宏杰32岁生日，福原爱在脸书写下：“队长生日快乐，祝总决赛拿到冠军，帮老公加油打气。”粉丝看了松一口气。三立新闻王玉群、方胜颖台报道。